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顾亚明议员介绍我们的采访。请问顾议员，你对这次的人口普查有什么的看法？人口普查当然每个人要受到那个人口普查局寄来的信的话呢，一定填这个表，像在电脑上填，很简单的，5分钟填好了。要你不填这个的话呢，我们人口不够的话，就损失很多政府的资源。每一年，政府是看人口多少来补助当地的社区的，像医院啊、图书馆啊，还有学校啊，经费都是看人口比例来的。人口多的话，我们拿到的资源比较多，而且福利啊是看人口来的。所以大家还有我们选举的代表，民意代表也是看人有多少人口，拿就有多少代表。所以这个人口普查是非常重要的，希望大家马上填好这个表。应该每个人最少收到2-3封信了，希望你填这个表。如果你不填的话呢，他会派人上门来找你的，上门访问你，跟你填的。所以最好是大家，你不要人家来骚扰你的话呢，有空，趁着现在很多人都有空，马上去上电脑去填好这个表。我自己填的，这五分钟不到就填好了，所以大家花一点的时间，给你带来很多的福利，还有小孩子，还有后代的福利，都是看人口普查来的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顾议员对我们的支持，谢谢。